这一部分呢，我看只有我们委员能决定啊，基本上主办单位就是行政原则委员会啊，这边是没有特定的立场。就看看各位委员啊，就说因为现在这个厂目前在处在维护保养的阶段，基本上呢重大的工程都停掉了啊，没有再进行了。那有没有必要我们每次千里迢迢啊，毕竟是关山难越啊，这一段路也是很长，从台北到这里蛮长的一段路，是。到立法院去，我听你的。但是到这个地方来，我是台北的，不
为什么要进入厂房要干什么？我得尊重台湾公司的规矩，因为这个厂在他的身上，他如果哪一天这个厂被人家炸了，台电不能逃脱这个责任啊。所以进来不听他的要听指挥，连我是管制单位，我是他的上司，那我不能蛮弄人家乱搞啊，不行的。所以我会把我们领导的意见哦，会列入我的脑海里面哦。但是呢，我也希望如果到了有那个机会跟他来的话，大家遵守一个规矩，那我可以开放气氛性的啊，你随时你要来这边站着就行，你不要拖延时间。拖延时间的话，我有意识要往前推展，我不能把一个上在一个位置上，对我来讲这是不对的。人家会认为说你不主席，完全慢于人情啊，乱搞啊。那就是我们马英九最近所说的香艳和戏迷，那这不行啊，好不好？我会接受你的意见，很好啊。大家如果有意见，理性的大家来提，但是要留意情绪不好啊。OK，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问题？那这样子好了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啊，刚才大伟提出了一个折中的了，什么折中的？就是一次在这里，一次在台北啊。这样子的话呢，等于说那个啊，如果我们相亲说。还是在这里啊，那我还是会，因为反正我们这个会议呢，一年春夏秋冬开四次嘛，啊，上次开我记得是冬天嘛，这次已经春天了嘛，下次开应该是夏天了嘛，啊，再来是秋天嘛，我也是在这边，就是每一次都跑到这里来，因为这里也是蛮好的，来到这个地方看一看乡亲也是蛮有意思的啊，这个山明水秀了，然后加海洋的浪啊，浪花这个拍岸啊，看起来蛮有意思的，好吧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是不是？主席有没有意见？那没有意见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就采折中方案？刚才跟叶代表折中方案，就是一次在这儿，就下一次我们就回到台北，从现在开始回台北，然后在下一次就是说秋天的时候我们就回到这里来，啊，在隔年的春天我们又回到这里来，就这样子，好不好？今年冬天我们就在台北。那如果没有。